家好，我是闺女，也是闺女 MY 的店长。我有一个期待已久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哦，我将在即将来临的西施佛扎姑摆摊卖二次元的周边，时间是这个周末2月1号跟2号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半，也是 Grand Pacific Home Evolve Concept Mall Alada Mansala。摊位的号码是 N40， 就在舞台的对面哦，可以看以上的图，很容易找到的。我选的周边很 special， 还有一系列难得入手的正版周边，令牌和道友们赶快来吧！有赖闺蜜 NY Facebook 的人可以来现场领取一张限量免费的卡片，就是这个。没关系，你们可以去闺蜜 NY 的 Shopee Malaysia 和 Singapore 店面看哦，链接我会放在下面。那这个周末西施佛 Otaku 到时见喽，拜拜。